啊，对对对，荃湾街市铺。今日新聞都有讲到啦，巷仔豪豆仔呢个菜档成交咗2150万，咩款式？睇下。癫咗啊！真系呢个呢、這个咁嘅菜档仔，哇哇突突嘅时候，仲要成交咗市传2150万，唔知坚定系流。不過總之就係呢一間菜檔，咁啊呢個 corner 位入邊嘅時候咧，行入嚟望望，哇有兩隻狗啊，側邊豬肉檔啊，闊大概七尺啦，深嘅時候大概25尺位，咁啊屙落一下，屙落一行入嚟呢一度，咁就個呢個2500万嚟大埔啊，上面積大概180尺到啦，豪華所有資料見到噶啦，咁就市傳啦，未註冊噶，咁呢條巷仔嘅時候咧，全部都係啲鋪頭仔咁樣啦，咁搭住啊。拎翻出嚟，咁就叫做呢個咩菜檔，咁就租金55000蚊，去到2024年嘅7月份，回報大概2.35厘，樓齡60年，咁啊個啱啱就傳出嚟嘅，用2.7厘計嘅話咧，就係48375蚊，對面嘅時候咧就係、全香港最貴嘅菜檔，用尺價計，就係實用面積88尺到嘅時候咧，就估咗2500万啦，呢間估咗2500万，咁啊個但係呢一間嘅時候，哇呢、這個2150万。好嘛，刘生，陈同大吓，今日讲紧优势啦，介绍位咯，旺嘅方楼位，单边面阔，咁啊但系就始终细咯，细，始终细间，所以如果2150万呢一度嘅时候就，我明嘅，我明点解2150万卖得出，细细间铺头仔，我明点解卖得出，呢度会比较鸡啲，市值5分，首手就1分，超平就10分，一个5分位咯。好啦，各位买家，阿宝珠宝继续揾啦。盛汇商铺配套真，租金实，保证铺真价实。即上 bw.com 揾铺，或者联络我哋同埋各大 agent 啦。